昨天很气，给到阿 K 哦，昨天去跟其他的人玩哦，在那里面三个人打对方三个，在 server room 里面打。我很久没有看到了嘞，还不给我，他到现在都还不给我。要关门吗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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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！有人打我！哇哇哇！我被打死了！黑客，是不是黑客？因为我完全没有听到声音，他就直接到我们这边来。三个黑客，It has speed up。我也没有听到脚步声啊，我一点脚步声没没有听啊。到。我以前的小步声都没听到，有我有听到声音的时候，他已经在那边走进来了。我听到声音，他就走啊，过还来看这边他，看过他来。名字就知道了。按没有照，可能，人家这样子走到我们这边，我是没有听到的。而且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，而有，且。他到这边的时候就有声音，到我们的外面门口就有声音。问题是，他走过。